私はファコンイララルーラ、明日の夢を追いかけて口笛吹いて歩こうよ。燃える緑の輪たくさんに、ほら幸せが止まってる。分けてあげたいあなたにも、私が幸せ見つけ、在马奇一家人居住的镇上有一间小学，是一所只有四间教室的小学校。年纪最小的艾咪也是到那间小学去念书。艾咪最擅长的就是画画了，但是其他的学科都不太拿手。艾米，刚刚放学啊？怎么这么慢呢？又被留下了？才不是呢！你呀，怎么可以骑马呢？这样太不像话了！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呢！艾米，你也坐坐看嘛，心情会很好哦，试试看嘛。哎呀，嗨，艾米，一起骑嘛。来。好了，走了。骑马会让你心情快乐，而且艾米回到学校之后也会特别用功念书哦。就是啊，艾米好像真的认真念书了呢。啊，对了，乔，为了向你道谢啊，我有个好东西要给你哦。嗯，是什么？来，这里请你尝一尝。这是什么？这个是腌制的莱姆啊。好酸哦。怎么了？那是同伴的莎莉给我的。给你腌制莱姆啊？是啊，现在学校里非常流行这种东西呢。
我的天哪，真是酸死我了。如果要我吃这么酸的东西啊，我想大概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忍耐了。我在想，如果萝莉用在骑马的那些钱有一部分是我的，那不知道该有多好。你为什么会那么想？因为我欠了别人好多钱，到下次发零用钱为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说欠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艾米？我欠下了大概一打左右的胭脂莱姆，买那些是需要钱的。啊！现在学校流行胭脂莱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流行把用剩下的橡皮擦全部揉在一起搓成圆球呢。来，赶快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们。大家都去买莱姆啊！如果不想被别人认为是小气鬼的话，就一定要去买莱姆，在教室里头吃，甚至拿铅笔啦、玻璃珠啦、戒指等去交换。啊，你们学校怎么会这样子呢？说的也是啊，可是你为什么会欠别人呢，艾米？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一定会请他吃莱姆的，尤其在讨厌人的面前，更要吃莱姆气气他们呢。如果要那样欺负人的话，才叫人受不了呢，真是的。还有啊，有时候还会彼此请客。说到请客啊，我每次都让别人请我，我都还没有请过别人半次呢。无论如何，这一次一定要回请大家才行，这可关系着我的名誉呢。啊，那你到底需要多少才会觉得有面子呢？有25分左右的话，大概就有剩了。如果再多5分的话，甚至还可以给乔、马哥还有贝斯你们。马哥，你喜不喜欢莱姆？我不是很喜欢耶。嗯。来，这些钱给你，你要省着点用，知道吗？这些钱都是辛苦存下来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总算有面子，拿钱在手上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哎，真是受不了你。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妈妈哦，艾米。我知道了。换我请你吃了。哇，好棒哦，那些全都是莱姆啊。对呀，等下课的时候吧。好高兴哦。哇，太好了，那下次轮到我请你们了。嗯，好啊。艾米，到下一节下课之前你可以用我的手表哦，没有关系的。啊，那谢谢你了。嗯，艾米，我不介意把算术的答案全部告诉你，我还可以教你拉丁语哦。珍妮，你这样突然对我好也没有用的，因为你的饭我没有准备哦。各位同学早安。这节课呢，因为镇上的詹森议员到学校里来参观，所以我们改上地理课。大家向詹森议员打个招呼吧。议员先生早。啊，大家早。同学们，我记得有交代功课给你们做，大家都做好了吗？做好了。艾米，你把你的地图贴在黑板上吧。这地图画得太好了。哦，学校和教堂，连市民馆都在上头。戴维斯老师，这真的画得太好了。谢谢您的夸奖，詹森议员。这位呢是马奇·艾米。马奇小姐，啊，住在罗伦斯先生家隔壁的。是的，詹森先生。哦，这样子，也画得非常好哦。这是您的。
马奇、艾米，你给我站起来。是。现在把你藏在抽屉里面的莱姆全部拿到前面来。你在发什么呆啊？还不赶快拿过来。是。把这些令人讨厌的东西给我通通丢到窗子外面去。是。你们应该还记得我在一个星期以前所提出来的规定，莱姆不准带到学校来，竟然还会发生这种事，我非常的生气。艾米，把你的手伸出来。我叫你把手伸出来，你听到了没有？好了，回自己座位吧。艾米，现在我们继续上课，在根可德镇上的。回到家以后不说，又瞒不住他们，马哥跟乔一定会非常生气。哎，走啊，再见，再见。真是可怜呐、啊，居然两只手都肿成这样。戴维斯太可恶了，太太，戴维斯那个坏蛋。难道您就这样放过他吗？就算您不说什么，可是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决定去向他抗议。他呢？他在生谁的气啊？妈，发生什么事了？艾米，他今天在学校里。妈，真是可怜呐、啊！啊，我回来了。哎，发生什么事了？嗯，啊哈，艾米竟然会这么早就回家来，一定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吧？对不对？我就知道一定是跟胭脂莱姆有关系。就是啊，被老师发现了，对不对？啊、哦，你真是太倒霉了。这样就哭了什么嘛，艾米，反正只是挨了顿骂而已。你看这个好过分啊，是谁做的？戴维斯老师吗？就是啊，虽然我做错了事，但是他却用照片打我，把我打成这样。你们老师居然会打学生，我没有办法忍受了，我一定要去告他。艾米真是可怜啊。妈，难道你不管这件事情了吗？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并不打算就此不管的，即使艾米有错，我也不赞成这样体罚。我反对戴维斯老师的教育方针，把这么小的孩子的手打得肿成这个样子，这种老师实在无法再将艾米交给他来教导了。
艾米，告诉妈，你还想继续念这间学校吗？也好，妈也认为这样比较好，以后的事我们再讨论吧。瞧，我现在要动笔写封信，你待会儿去找一趟戴维斯老师，把事情交代清楚。好。来了，啊，乔瑟芬·马奇，乔，这艾米她现在怎么样了？乔，这是我妈妈写给你的信。你妈妈写的？难道你妈妈她？我妈妈跟我都非常的生气。那么艾米她，因为你实在打得太用力了，你这个人实在太野蛮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学生呢？这样子啊，那请你转告艾米，明天请她继续来上课吧。不用了，她再也不会到这所学校来上课。乔。乔，你等等，你听我的解释啊！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乔，你不要走啊，乔！乔，乔，哈哈哈哈哈哈！真想看看那老师的表情呢。这个老师太过分了，我一定要严重抗议。老爷爷，你不用生气了，反正我们已经决定要让艾米退学了。可是如果让他退学的话，念书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说的也是，我又没有办法教他功课。那让我来教他好了。啊，对啊，这样很好，要是由布鲁斯老师来教的话，艾米的年纪太小了点。真是谢谢你，爷爷。请你转告艾米，要他不要再难过了。好。以后你的功课将要由罗莉来负责了，每天都要跟贝斯一起努力地用功学习，知道吗？妈，那以后艾米就不到学校念书了吗？我好高兴哦，那种破学校啊，还是早点让他关门好了。只要想到莱姆的事，我简直快要气疯了呢。妈倒不觉得你需要气成这个样子，毕竟是你自己违反了学校的规定啊，接受处罚是理所当然的。妈妈，难道你认为我在同学们面前受到了那样的侮辱，一点也没有关系吗？这样你就错了，艾米，是你先破坏学校的规定的。马哥说的没错，如果是我，虽然一样会要你改正错误，但却不会使用鞭子。可是，说不定对艾米来说，平常的方法反而不如鞭子来的适合呢。你的个性有点自满，而且喜欢摆点小架子，我也正在注意你呢。你虽然有很多很棒的天分跟素质，但却总想在别人面前全都表现出来，即使再好的才能，一旦你开始自满，那也就完蛋了。所谓的才能跟美德，即使不告诉别人，别人也自然会知道的。妈妈认为，在人的能力之中，最有魅力的就是谦虚了，这点很重要。你明白了吗，艾米？明白。伯母，您说的一点也没错。我认识一位大家闺秀，那位小姐对于音乐虽然拥有极为少见的优异天分，但是她本人一点也没有发觉到她自己做的曲子究竟有多棒。不管别人怎么告诉她，但她自己就是不肯相信。我真希望能够和那样的人做朋友。你想跟她做朋友啊？瞧，贝斯好像还没有注意到哎。贝斯，罗莉说的人就是你啊。什么？是在说我？贝斯，快点演奏你做的动人曲子给我们听听看吧。不要，你们
你又会联合起来笑我。我们保证绝不会笑你的，好不好吗，贝斯？错，接受了优秀的教育，又有很棒的才能，将来一定能成为了不起的人。我也是这么认为耶，妈。那萝莉就不是一个自傲的人喽。没错，所以我们才会这么的喜欢她呀。对呀，即使再有教养，却一点也不急于表现，也不引以为傲的人，的确非常的了不起。对呀，艾米，如果说你把你拥有的发带呀、帽子还有洋装全部同时穿在身上的话，你认为怎么样？一定会很滑稽吧？是啊，一定非常的好笑。今天虽然又痛又难过，也非常的丢脸，但我终于明白自己不是个乖孩子。真的，艾米。真的啊，贝斯，以后我一定会多加注意的。正如乔经常告诉我们的，人绝对不可以骄傲哦。嗯，我知道了。晚安了，贝斯。晚安，艾米。今天发生一件严重的事，但是在聪明的妈妈做的决定以及乔的劝导之下，马奇家又恢复了原有的活力。妈妈也立刻提笔写信向爸爸叙述今天发生的事。虽然风吹来仍有点冷，但是春天的脚步已经近了。体罚，我反对戴维斯老师的教育方针。把这么小的孩子的手打得肿成这个样子，这种老师实在无法再将艾米交给他来教导了。艾米，告诉妈，你还想继续念这间学校吗？嗯。也好，妈也认为这样比较好。以后的事我们再讨论吧。乔，我现在要动笔写封信，你待会儿去找一趟戴维斯老师，把事情交代清楚。好。来了。乔瑟芬·马奇，乔，艾米，他现在怎么样了？乔，这是我妈妈写给你的信。你妈妈写的？难道你妈妈她？我妈妈跟我都非常的生气。那么艾米她？因为你实在打得太用力了，你这个人实在太野蛮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学生呢？
这样子啊，那请你转告艾米，明天请他继续来上课吧。不用了，他再也不会到这所学校来上课。瞧，瞧，瞧，你等等，你听我的解释啊！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瞧，你不要走啊，瞧。瞧，瞧。真想看看那老师的表情呢。这个老师太过分了，我一定要严重抗议。老爷爷，你不用生气了，反正我们已经决定要让艾米退学了。可是如果让他退学的话，念书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说的也是，我又没有办法教他功课。那让我来教他好了。啊，对啊，这样很好。要是由布鲁斯老师来教的话，艾米的年纪太小了点。真是谢谢你，爷爷。请你转告艾米，要他不要再难过了。好。艾米，以后你的功课将要由罗莉来负责了，每天都要跟贝斯一起努力地用功学习，知道吗？妈，那以后艾米就不到学校念书了吗？我好高兴哦，那种破学校啊，还是早点让他关门好了。只要想到莱姆的事，我简直快要气疯了呢。妈倒不觉得你需要气成这个样子，毕竟是你自己违反了学校的规定啊，接受处罚是理所当然的。妈妈，难道你认为我在同学们面前受到了那样的侮辱，一点也没有关系吗？这样你就错了，艾米，是你先破坏学校的规定的。马哥说的没，莱姆不准带到学校来，竟然还会发生这种事，我非常的生气。艾米，把你的手伸出来。啊！我叫你把手伸出来，你听到了没有？好了，回自己座位吧。艾米，现在我们继续上课。在根可德镇上呢，回到家以后不说又瞒不住他们，马哥跟乔一定会非常生气。哎，走啊，再见，再见。真是可怜呐，居然两只手都肿成这样，戴维斯太可恶了。太太，戴维斯那个坏蛋，难道您就这样放过他吗？就算您不说什么，可是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决定去向他抗议。他呢？他在生谁的气啊？妈，发生什么事了？艾米，他今天在学校里。妈，真是可怜呐。啊，我回来了。哎，发生什么事了？嗯，啊哈，艾米
竟然会这么早就回家来，一定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吧，对不对？我就知道一定是跟燕子莱姆有关系。就是啊，被老师发现了，对不对？啊，你真是太倒霉了。这样就哭了，什么嘛，艾米，反正只是挨了顿骂而已。你看这个，好过分啊！是谁做的？戴维斯老师吗？就是啊，虽然我做错了事，但是他却用照片打我，把我打成这样。你们老师居然会打学生，我没有办法忍受了，我一定要去告他。艾米真是可怜啊。妈，难道你不管这件事情了吗？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并不打算就此不管的。起码会让你心情快乐，而且艾米回到学校之后也会特别用功念书哦。就是啊，艾米好像真的认真念书了呢。啊，对了，乔，为了向你道谢啊，我有个好东西要给你哦。嗯，是什么啊？来，这个请你尝一尝。这是什么？这个是燕子的莱姆啊。哦，好酸哦。怎么了？那是同伴的莎莉给我的。给你燕子莱姆啊？是啊，现在学校里非常流行这种东西呢。我的天哪，真是酸死我了。如果要我吃这么酸的东西啊，我想大概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忍耐了。我在想，如果萝莉用在骑马的那些钱有一部分是我的，那不知道该有多好。你为什么会那么想？因为我欠了别人好多钱，到下次发零用钱为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说欠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艾米？我欠下了大概一打左右的胭脂莱姆，买那些是需要钱的。啊！现在学校流行胭脂莱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流行把用剩下的橡皮擦全部揉在一起搓成圆球呢。来，赶快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们。大家都去买莱姆啊！如果不想被别人认为是小气鬼的话，就一定要去买莱姆，在教室里头吃，甚至拿铅笔啦、玻璃珠啦、戒指等去交换。啊，你们学校怎么会这样子呢？说的也是啊，可是你为什么会欠别人呢，艾米？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一定会请他吃莱姆的，尤其在讨厌人的面前更要吃莱姆气气他们呢。如果要那样欺负人的话，才叫人受不了呢，真是的。还有啊，有时候还会彼此请客。说到请客啊，我每次都让别人请我，我都还没有请过别人半次呢。无论如何，这一次一定要回请大家才行，这可关系着我的名誉呢。啊，那你到底需要多少才会觉得有面子呢？有25分左右的话，大概就有剩了。如果再多5分的话，甚至还可以给乔、马哥还有贝斯你们。马哥，你喜不喜欢莱姆？我不是很喜欢耶。来，这些钱给你，你要省着点用，知道吗？这些钱都是辛苦存下来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总算有面子，拿钱在手上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私はわかいララルーラ明日の夢を追いかけて口笛吹いて歩こうよ燃える緑の輪たくさんにほら幸せが止まってる分けてあげたいあなたにも私が幸せ見つけた在马奇一家人居住的镇上有一间小学，是一所只有四间教室的小学校。年纪最小的艾咪也是到那间小学去念书。艾咪最擅长的就是画画了，但是其他的学科都不太拿手。艾米，刚刚放学啊？怎么这么慢呢？又被留校了？才不是呢！你呀，怎么可以骑马呢？这样太不像话了！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呢。艾米，你也坐坐看嘛，心情会很好哦，试试看嘛。哎呀，嗨，艾米，一起骑嘛。来。好了，走了。真是受不了你！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妈妈哦，艾妮。我知道了。早安，莎莉。待会儿换我请你吃了。全都是莱姆啊！对呀，等下课的时候吧。呵呵，好高兴哦！太好了，那下次轮到我请你们喽。嗯，好啊。艾米，到下一节下课之前，你可以用我的手表哦，没有关系的。啊，那谢谢你了。嗯，艾米，我不介意把算术的答案全部告诉你。我还可以教你拉丁语哦，珍妮，你这样突然对我好也没有用的，因为你的饭我没有准备哦。各位同学早安。这节课呢，因为镇上的詹森议员到学校里来参观，所以我们改上地理课，大家向詹森议员打个招呼吧。议员先生早。啊，大家早。同学们，
我记得有交代功课给你们做，大家都做好了吗？做好了。艾米，你把你的地图贴在黑板上吧。是。这地图画得太好了。哦，学校和教堂，连市民馆都在上头。戴维斯老师，这真的画得太好了。谢谢您的夸奖，詹森议员。这位呢是马奇·艾米。马奇小姐，啊，住在罗伦斯先生家隔壁的。是的，詹森先生。哦，这样子，也画得非常好哦。马奇·艾米，你给我站起来。是。现在把你藏在抽屉里面的莱姆全部拿到前面来。你在发什么呆啊？还不赶快拿过来。是。这些令人讨厌的东西给我通通丢到窗子外面去。是。你们应该还记得我在一个星期以前所提出来的规定。